第一首这个卡农黑喉曲之后，我们特别要为各位贡献啊，一半呢啊，这个当然感谢电影公司哈、哦，还有导演这个有眼识泰山哦，邀请咱去演这个命运狗不理哦，越演就越有兴趣啊哦，啊所以写一堆歌就对了哦，啊想讲呢，当然嘛是有同情心的话哦，想讲写十几条无嘛捡一两条放入电影内底，想不到我们导演是艺术至上。完全就事论事，所以呢，我们写了一堆哦，比如说那我下去聊一个叫《少年黑狗的奇幻漂流》来，来听看麦哦，听了我介意哦，也搞不好我们海外版的可以剪在片尾哦，谢谢来哦，希望来。人只能算是无人是过较好。我来拍一高万的棒，好，给你搞啊！